这那个鱼不好杀呀。全军出击！鳄鱼，鳄鱼是吧？鳄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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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玩鳄鱼，鳄鱼，跟我俩鳄鱼，左撇，鳄鱼，还敢玩鳄鱼？搞灭呀、啊！玩不玩了还？这瞎子不会二级没血 Q 吧？哎呦，玩个瞎子也二级抓人，气死个人呐、啊！可不让人玩了呀！这来红宝石吧。烦死了。这也能叫贪呢、啊、兄弟啊，你知道瞎子二级就抓上啊，这还能叫贪？你知道那瞎子打俺们家红吗？你老跟我在这马后炮啊。鳄鱼，你别着急上啊，减速，再减。这蛤蟆又来了，能打死不？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躲个 Q 也行啊！这真是敌我打野呀！我操了！那鳄鱼一完以后，别着急往上上啊，着什么急呢？你是玩的我是真难受啊！我们二级，我玩个屁！现在除非我杀这鳄鱼两把，要不然就有点难打了。这鳄鱼有可能要出个那个布甲骸了，不好杀了。鳄鱼是吧？鳄鱼是吧？啊！你还敢跟我打？我给你个嘴巴子！你跟我硬拼，我这叫奥纳夫。小破装备这好使吗？没有怒气你上来跟我耗血。我正要去。看能不能再吃他一波。又放一，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，这波把他杀了，草里吃个药，逮到，
鳄鱼是吧？鳄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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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他都不动了呢！你大爷的，这鳄鱼不动了，刚才，他不跑了？哎呦，这有点难受啊！你干哈呢你？我不杀你啊！是啊，没到吗？他都写了那个什么之前给我送啊，明天之前我看看，正在配送中，12:49。蓝墙挂机了，那打个石头人，奥纳夫就出可血战斧吧。哎呀，其实奥拉夫出三项是不是也行？你们觉得呢？三项破败。我再砍。我抠你一下，你别让我抠到啊！下回，千万别让我抠到。你千万别让我抠着，我告诉你，气压着，气压着，哎呀，可恶，真是可恶，真难玩呐。哎呀，我是窗口，他们是全屏，我那个不是全屏，我玩的时候我是窗口的，他们看的是全屏的。不关机了吗？你回你妹！你回！你还回一层？你回个屁！你回！你回！你回一层！我让你回！可血战斧，洛克瓦的力量接近了。你千万别让我抠着你啊！你给我记住了。你千万别让我抠着你，我告你鳄鱼，我告你鳄鱼，我鳄鱼，我让你玩鳄鱼，鳄鱼就算了，还老叫着蛤蟆过来，你别让我抠着你，你让我抠着你，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告诉你。
直接把他一阶塔给他拆了，这样蛤子就没办法再赶上我们了。回家把他野区都给他清了，还刷上野了，还把他野区都给他清干净，往中路走这波。小驴人是吧？小驴人，科学战斧平 A 瞎子是吧？啊，敢可我。我看谁敢干可我，把你塔皮都给你吃了。都给他吃没。德玛西亚刺塔皮，出个黑切怎么样？不得出点右装，出个反甲，再来个布甲，还不得。这把我们出那个咳血战斧加死亡之舞加板甲加血手。这样我们既可以防得住物理虚区，也可以防得住魔法虚区。他把红打了是吧？行，他把红打了啊，跟我来来。鞋买错了，鞋没买错，就布甲还。蓝也没了是吧？好，行动吧，好，小驴人是吧？小驴人是吧？小驴人是吧？刚才就你让我吃鲨鱼是吧？就你叫小驴人呢？啊？就你叫蛤子啊？哎呦我的妈西亚科学战斧！谁敢惹我？我看谁敢惹我！我拆塔，卢歇还往我脸上一针卢歇，哎呦啊！为什么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死了，你给我射死吧！把这个卖了，我们卸手了。卸手出完出板甲，哎，不对，卸手出完我们出九头蛇，出完九头蛇我们整个振奋，这样我们物抗魔抗这都有。蓝枪掉线了，主持是挺难受啊。蓝枪打兵都不掉血，一个没补着。哎呦，我给你处理的鳄鱼，今天的鳄鱼怎么吃你们决定。我们来个红烧鳄鱼吧，个老鳄鱼，个老鳄鱼。个老鳄鱼
德玛西亚！耶耶耶耶！科学战斧！耶耶！把他蛤蟆吃了，蛤蟆没有，蛤蟆没有，有沙狼没有？呀，小驴来给我杀！他已经不想跑了。哎呦我兄弟，你这什么虚区？中路可推没了啊、哦！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人的话，我可推没了。不知道红有没有啊？哎，那鱼死了，那我们直接推高地吧。这波我也不活了，兄弟们，我不活谁也别想活了，咱就杀这卢仙了，行不行？我这波不活了，我就直接冲到他脸上，他敢出来，他敢出现在我屏幕之中，他就已经死了。你叫卢仙？先买个九头蛇，我不活了，太出死亡之舞了，可血没有用，没用了吗？哎，我奥拉夫没出过这种装备呀，我也忘了我们用没用了。左边小驴人呢？快跑就完事了，这407，先去把蓝拿了，蓝对我们是比较重要的。先打个蓝，什么卢仙竟然敢在这拆塔？卢仙，这是不把我当人呢？我这一看呢，科学战斧，看你的了，兄弟，这都能给我秒了，我真是没想到。区区这么高吗？伤害有点高啊，差一个团灭，给这蛤蟆给我杀了，往前追，给我踩他，会玩呀这蛤蟆。来个振奋呐，出都出了，就这么地儿吧，出都出一半了，那不行，那不能半途而废呀。这个炼金科技纯化器有点痛，这火蓝给我整了个重伤。我们把蓝打了就，然后把大龙打了，走，打个大龙，不打大龙，先把他蛤蟆打了，再把他三狼打了。先把上塔拆了吧，这样视野可以大一点。
我鳄鱼敢守塔，鳄鱼，鳄鱼是吧？鳄鱼是吧？鳄鱼，鳄鱼，鳄鱼，让你玩鳄鱼，让你玩鳄鱼，让你玩小绿人科学战斧。那瞅我，两条小破鱼儿敢瞅我。走，打大龙去，算了，拆个钟吧，这也没人管。不拆白不拆，反正也没人管。放弃了，人呢？别野我，别给我放E。啊！别给我放E！我告诉你，鳄鱼是吧？鳄鱼还敢玩？还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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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筝我那就没办法了。给我风筝了。差300块钱，振奋了。这大招时间有点少，应该给大招时间改成10秒钟，差不多。6秒钟有点低了，6秒钟还是太低了。6秒钟，那都不够打的。这都不免控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没蓝呢，没蓝怎么打大龙啊？8秒钟也行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打个蓝 buff。打完蓝 buff， 我们去打大龙。去大龙去，应该能打。我自己，我估计应该能打。我的抗性也够，吸血也有，应该够用。Q 能触发九头蛇吗？走，打大龙去。没有视野，把他打了。大龙是吧？大龙是吧？大龙，他跟我控制我，还要控制我。会不会来人了呀？应该不能啊。打个蓝 buff 去吧，然后我们吸点血。是先杀个人再回家呢，还是先回家再杀人呢？先出装备吧，先把这个除了。然后我再来个愤怒合计，就是攻速有点慢，我这开 W1.68， 我觉得可血战斧不行，不要了吧，我换一个。我换个三项攻速能到 2.5， 洛克瓦的力量接近了，可以试试看。
这蓝墙怎么回事？下路塔推不掉呗？啊，下路推塔是推不掉吗？我想问一下子，是不是推不掉？等队友啊，这五个人俺们可打不了，五个人有点多了。卢仙是吧？哎，卢仙是吧？啊，小绿人，特写战斧，你给我靠！也不到，哎呀，有点烦。谁高的赖克了？他高的赖克了，哈子高的赖克了。这我没想到啊，他敢高的赖克，他可能是没问过我。你敢高的赖克？给我呛着了。武康188，魔康132，这个卖了呢，我来个攻速海。谁敢高的赖克？我看谁？谁？我看谁？我看谁？就你敢高的赖克是吧？高的赖克，还高的赖克，还高的赖克，还呀！打死他！哎。可以啊，蓝枪给我打死他，蓝枪啊，剩个扇子吗？扣，剩俩辅助，不行啊，杀他瞎子没用，还得是杀他们家其他人呢，不杀其他人打我疼，这瞎子主要就是肉一点，其实倒没有啥玩意儿呢。下边有些疾跑，先杀这火蓝或者是卢仙，把火蓝跟卢仙给杀了就没有虚区了，这玩意儿伤害有点高，打个蓝的。九头蛇没拆封不舍得用，九头蛇不能用了，你没发现主动效果就没了吗？这种带框的是可以主动用的，不带框的是用不了的。啊，不是，错了，带没带框不影响啊，带没带框不影响，带框主要是神话。等会儿，我去下路带一波。谁？火蓝，给我杀！给我杀卢仙！特写战斧，越！肩扶着，越！上高地，兄弟！我给你个亿，可血战斧，杀哈子，杀，一会儿拿下，我给你个白斧，
下一把